揭秘梅西将成体坛第四位10亿富翁，一年 1.26 亿是怎样赚到的？北京时间9月15日，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20年足坛收入排行榜，梅西以 1.26 亿美元力压 C 罗高居第一，而他也即将成为体坛历史上的第四位10亿富翁。梅西宣布新赛季留在巴萨，意味着未来一年他仍将享受9200万美元的高薪。等到2020-21赛季结束时，梅球王就将成为第四位身家10亿的运动员。第二位是拳坛巨星梅威瑟，他在2017年成为10亿富翁。根据福布斯的统计，过去一年梅西赚到了 1.26 亿美元，高居足球运动员之首，其中薪水是9200万美元，世界第一。梅西每年的代言和广告收入是3400万美元。他与体育品牌、食品、信用卡、钟表制造、电信等领域的知名企业有商业代言和合作。由此可见，和 C 罗一样，梅西不仅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，还是吸金和带货能力最强的金字招牌。